你都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到处跑？我跟你说，在脑肿瘤杀死你之前，你有可能会因为车祸而死，或者是从楼梯间摔下来而死的。我死了不是皆大欢喜吗？你忘了吗？你当初传了十几封邮件给我，你打了十几通电话叫我回来，所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相信。闭嘴！ 交植物细胞瘤，高度截断，现在已经是晚期了。如果再不开刀治疗，哎，不，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你冷静一点，现在也不会改变结果的。 告诉你的家人，尽快决定吧。不，我不能告诉任何人，我会好起来的。虽然手术成功率很低，但是好歹还有一线希望。如果这么一直拖下去，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 我一定要为家里做些什么，哪怕一点点就好。希望不会太晚。